看他的对手是卡卡和卡卡卡卡卡，这里的话是最高分4241，对，最喜欢用矿工啊，对，矿工也是一个最近一个版本更新出来的这个矿工的话，其实一个就是恶心，简单说这个卡恶心，我比较讨厌这个卡。好，这边是我们 Miss 大小姐 ，Miss 大小姐、啊、最高分是4357杯，最喜欢用的是小飞龙，好像很可爱的样子啊。你没看到他那个舌头是蓝的吗？是啊，也是来自 IG 俱乐部。Miss 为了这场比赛还是下了蛮多功课的。是吗？对啊，他刚刚也是在后台一直练，比如说，会请教一些卡牌啊，然后我明明在那里休息，曹飞快点过来，我跟我玩一下。希望 Miss 大小姐能够代表明星队来争一口气吧。嗯。看一下这边比赛的话是马上要开始。啊，这里 Miss 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。没。好，红色方 Miss， 蓝色方卡啊。看一下双方开局的话有没有刷到采集器啊，这里 Miss 先刷了一个采集器，好，野猪加上小苍蝇啊，一个冰冻给到啊，哇，这里是好亏啊。其实 Miss 有跟我说过他特别怕野猪啊，这里一个冰猪流，这第一波就差点把这个城堡给带走了，好痛，对啊。看一下，因为大家的双方的其实还有蛮多卡牌没有下到，看一下卡卡的话，这里的话是刷到采集器，它是一个冰柱流，然后的话 Miss 这里、刷到两个采集器，有没有考虑进攻一波？进攻一波，哇，冰珠，然后加矿工进行骚扰，好恶心啊！是啊 ，Miss 这边消。还看不出来什么公主哦，毒药，一个毒药。那彼此的话，最后一张卡牌可能应该是石头人了。对，一个毒石流。但是现在石头人要主要是矿工的话，其实这个卡牌的话给到彼此很大压力。那右边的话还有一张冰冻，其实啊没有拉过去，不过也还好也好，卡个小闪啊，要掉了，卡还是掉了。而且最右边的左边的塔也被刚刚一个火枪给打掉了好多血，是的，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把石头人给用出来，都已经对的，这有点尴尬。看一下现在的话 Miss， 我觉得 Miss 的话现在要等一个 double 的顺序，对，等 double 的时候然后才有机会去卡来进攻一波，但我估计卡卡也已经猜到对手的最后一张应该是石头人了。 Miss 别管他了，直接进攻，来一个大石头人，有没有下底啊？前置石头人，这 Miss 已经等不及了，就是我要前置石头人，否则的话，我现在被欺负太久了，我忍不了了。对，等石头人走过来不行的，但是对手矿工都已经起钱。不过这里的话 ，Miss 是一个石头加一个毒药，还是耗到了前方左边塔一些血量的，就看这波小皮卡能不能打到。哎呀，被逼动了，这一波。不过的话 ，Miss 这波毒药还是给的不错的。黄毛怎么捡？黄毛捡了一个苍蝇，后置的一个野猪。我觉得现在的话 ，Miss 啊，没多少时间了，还有十秒，怎么办？好像是没有太多办法，真的是前置一个采集器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还不如早点就用石头人去进攻，一波又一波。但是全盘只有一次机会用。但是前面的矿工给到 Miss 太大压力了，就是矿工一直在打采集器，他没有足够多的费用，然后去进行进攻。啊，这里说卡卡也是做的特别漂亮。不过总体来说，我觉得 Miss 这把打的还是不错的。刚那一波进攻还是给到了对方左路塔还是蛮多血量的一个压力。看一下，要换一下卡牌，换一下卡牌。我觉得毒石流听说是现在很强的一个流派啊，对。但是，Miss 前面失误了，他一个就是前面没有刷到迫击炮嘛，没有刷到迫击炮，然后你如果说硬下一个皮卡的话被冻住，那也完蛋了。而且其实对待冰珠，你还是要晚一点去下第二个单位，就是或者你把第二个单位放得远一点去下，否则的话一冰冰你两个。
这张已经动了七八费六七费，太伤了。这个时间段看一下 Miss 有没有调整卡牌，加油啊 Miss 啊，我觉得他能赢的。这里其实还是倍数压制了，看到没有？是啊。然后现在的话比赛开始啊，Miss 是破气炮刷到了，然后来对抗一个野猪。其实看到这里野猪其实是进行一个试探，如果说你如果下怪的话，那我就来冰冻，如果说你下一个破气炮的话，那我就算了，是吧？对， Miss 为了防这个都已经用小皮卡来防控了啊。小皮卡过来，如果说裸下一个小皮卡的话，其实是很容易被截掉。能不能挨到一下？哎呀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裸下小皮卡绝对是一件很伤的一件事情。是，因为小皮卡其实他被太多东西去那个可以随便截掉。现在是不跟你讲道理了，直接是一个强制射人。那看来还是那个毒，这个右边的话，卡卡这里是。哎，这个毒药是给的还是不错的，给的还是不错的。毒药是成功的，是打掉了公主，而且右边的一个采集器是被耗掉，被耗掉半血，被打掉半血。我觉得现在的话 ，Miss 要进行一波防守，防守 Miss。如果说这一波防守下来的话，然后再来一个石头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。野猪过来，有没有破气炮拉一下？啊，没拉到。小皮卡有没有？小皮卡。小皮卡好像是没有，就只能用苍蝇来截掉，也行也行，还行，没亏太多。但是卡卡这里是一个公主，哈、啊、不要不要，这里的话我觉得 Miss 两个毒药都给的还是蛮不错的。哎，小皮卡他没有，哎呀，但是一刀，这里是直接是拆掉了头颅。对，哇 ，Miss 打得特别漂亮。Miss 这一把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，Miss 要加油啊！小黄毛要截一下，截一下。我觉得现在啊 ，Miss 要稳住，来双采集器，然后的话一个 double 圣水，然后不停的用石人去给他压力，如果满飞的话就用石人来给他压力。其实后面我觉得 Miss 就不用再下采集器了。来石头人有没有石头人？什么下顶石头人？啊、是下一个石头人，但是的话对方防住防住野猪，左边有没有？左边啊，一个苍蝇。一个小闪解掉，但是野猪好像没打掉。对啊，而且有冰冻。右路的小皮卡是直接先溜了过去。小皮卡应该晚点下的呀，小皮卡跑得太快了。看一下石头人能不能过去，然后再来个石头人。哇，这里是双石头人，我看你怎么解。来个毒药，来个毒药，来个毒药，漂亮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一个冰冻，但是拖一下，现在拖一下时间，因为压力太大了。啊，两个石头人都被打掉了。啊，现在的话，我觉得 Miss 要缓一缓，要守一波了。对手这一波比较猛了，而且矿工又溜过来了。啊，这一波是一大波进攻，后面有两个，哇，又来一波冰冻，而且这 Miss 下个石头人，石头人好像是没有办法解掉，因为没有拉出仇恨。啊，还是蛮可惜的。不过我不得不说，我这把肯定是为 Miss 点赞的，他竟然把卡卡的左路给破掉了，而且前面其实处理的都非常好，包括两个毒药一个小甩。